在牛奶还喝不喝？哦，喝是吧？哦，喝是吧？哦哦哦，喝。这一大早上，把崽这个弄完，全身汗，一早上要换两身衣服。他昨晚上睡不安稳，然后早上我看就是他鼻子这里很热气，然后我就问姑，姑就给我拔了这么一捆。这种呢，在我们当地啊，就是热气，然后用来煲水喝，或者是给他煮水洗澡的。姑也是一大早帮我拔了这么多，可以洗三次是吧？嗯，他说洗三次。两广的朋友应该有人认识的，就这种，这个好像并不是很容易找到。刚好姑那个他有个园子，里面有青甘明目。青甘明目，要不给我也洗洗吧，我也挺大火的。你一直宠儿子，他刚还在跟我讲，你见我儿子睡着的样子吗？你见过吗？你见过吗？可帅了，我理都不想理他了。我也洗洗，我也上火。来啊，你上火吧，你也上火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都失宠了。心里摇。哎呀，满婆知道了我孩子热气，她说还有一个东西好用，帮我去拔去了。啊，古道尼，古道尼，哎呀，古道尼。古道尼还，哎，古道尼古要到二十三米多噶，古人。啊，舞台哈。哎呀，古种的。啊，那种有还两个还吗？有两个，对呀，哎，可以弄米啊，可以种出来哦。哎呀，个地呀，我每个都说个地都老多了了都。满地不？好了好了，个地啊，种米啊。哦，各种啊。哎，各种米，各种米，都那边都爱种米，各种米了，个地啊，地啊。哦，个地还。哎，你是同一种的是吗？嗰啲红粉汤又放粒米啊！啊，红粉，嗰啲又放粒米。偏红粉汤。啊，大佬。真啊，你。哦，呢啲又系凉嘅系嘛？嗰啲红粉汤。哦。加少少，放米唔好放咁多。少少得啦。你睇住咯喎。满婆很热心，很热心的。放咁多怕唔怕？哦，呢只唔放得多。那这个，你要跟你讲，满婆说呢，这个细叶子放这么点就够了，就是这个就放一点点就够了。把那个泥巴先弄掉先，就我们可以备着一点，这两个都不用放多。你家哪里有？满婆说竹林里面可能会有。红对不对？红藤。拍个照吗？对，你们拍个照。他说叫什么？我名字我都不记得了。反正他说，满婆说他们小孩子热气都是吸这个。啊。哦。哦。大哥，咁多你带了。好，多谢满婆。这下我好像醒了，你看从那儿睡，自己移到边边上来了。嗯，那怎么了？那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。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子，扭来扭去，抱起来又好点儿，一放下去就扭来扭去。这种方法在我们两广呢，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，熟悉了，常用的。舀出来一点点，然后继续滚。你看这个爸爸，你早上换了第二件衣服了。我刚去看了你崽，真的好帅呀、啊！我都说很帅。哎，我崽这是。打鼾呢，还是鼻子塞了？
这就是包好的了，先等宝宝醒来。看我林安的汗水，看了吧？我发现其实真的是带孩子要做家务，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的。像我老公已经那种最勤快的了，所以在此呼吁啊，那些男同胞们，多点帮妈妈做点事情，帮妈妈真的蛮辛苦的。我就算上下给孩子折衣服啊、晒衣服啊，弄就是真汗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我们家孩子给我留的印记啊，出汗都会痛。那这里，的，这四个印子，是我仔抓的。他怎么抓的？你知道，他最近不是睡不好吗？就是一惊就来抓我的头，一抓就抓到我的脸上，抓了一下，一抓就抓我妈的头。他一害怕我就扶过去嘛，他就啪的抓到我，痛死了。但是那是很幸福的痛，我才会抓人呢、啊。哦，不太幸福。还没醒啊，这小子，都快三点钟了。吃了昨天医生开的双歧杆菌之后啊。肚子就正常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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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他踢动的，你这干嘛呀？我们俩公婆就这样子陪着他。老肖昨晚上呢起来两次，累着他呢，睡着了。他是肉眼可见的在长着，好看，惊到了。佳佳，佳佳，啊，佳佳，啊你呢？哦，这个样子，个脚，脸又憋红了。佳佳不舒服，睡得不舒服。醒来之后一口气猛干了有60，佳佳还喝不了，应该是没饱的。佳佳还喝不了，你笑是吧？我问你还喝不喝？嗯，阿舅，哎呀，他要缓一缓了，缓会儿再喝。小睡醒醒的，找，怎么样？咱还继续干吗？嗯，对的。可像喝了三两酒一样。对。哎，咱还干奶吧？哎，这尿不湿，滚烫滚烫的，哎呦！还在拉尿？哦，滚烫。这一波尿我。刚刚在拉的。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尿不湿烫的，这，这，哦呦，这个尿不湿，哎呀，一帮逼，哎呀，这下怪姿势都有了，这我咋咋咋咋，嗯，还喝不喝？不喝休息一下，我们洗澡怎么？咋样？好啦，啥怪样的？还喝不喝？
这牛牛还喝不喝？哦，喝是吧？哦，喝是吧？哦哦哦，呵呵，看到没有？他知道牛牛了啊！啊，妈妈妈妈不动你，不动你，不动你。你看，他已经有意识，这是牛牛，要缓口气就开始喝。只能用这个纯药水了，洗好了，你看他洗澡很乖的，洗完他都睡着了，给他身上有一些红的地方给他涂了这个山茶油，你看睡得好可爱的，洗完他也舒服了，过了会醒来又得干奶，啊，就